警署舰队分署清点中心于昨23日00:53接获通报 ，Sea Train Ferry 12号货轮船上10人疑似于高雄外海沉没，发出406遇险信号，请海巡派舰艇救援。舰队分署获报后，立即调派线上巡护9号、巡护1号及高雄舰驰援，并紧急增派高雄队1洞洞26艇、台南队5洞3拐艇前往，合计动员3舰2艇。并成立应变中心，统筹海空救援能量。后续并增派高雄队1洞洞3两艇、台南队1洞洞2五艇及南基队澎湖舰，合计4舰4艇投入救援行动中。目前现场已救起5员，尚有5员待寻，搜救任务持续进行中。经查 ，Sea Train Ferry 12号货轮主辅机皆故障，无线电、卫星电话也失效。案发时位于高雄港西南方29.6海里处。由拖船拖带返回高雄港中，疑似因海象不佳，当时海象7至8级，阵风10级，浪高4米，于拖带过程中沉没。舰队分组获报后，第一时间立即调派3舰2艇驰援，空勤总队也派空侦机搜寻中，拖船则在现场协助搜寻。本24日洞洞2沟时，空侦机于附近海域发现5名人员穿救生衣漂浮中，由拖船就近将落海人员救起。其中2人受伤流血，需后送就医，由拖船先行载运回高雄港。巡护9号于洞腰3拐时抵达，后续驰援舰艇也陆续到场，并依搜救优选规划系统搜救图分区执行任务。高雄舰经24日洞6:15时在海面发现救生筏，但里面无船员。目前海巡4舰4艇持续在现场海域全力搜寻5名失踪船员中。